宋秀，你那天手帕落我这儿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就别跟我计较了呗。我计较了吗？你没计较，我是不想让你误会。误会什么呀？你不知道我减肥，你还给我买披萨啊？那叫我自罚3块，你放我一马。你还嫌自己不够肥啊？我胖了吗？裁缝都说我最近瘦了，还给我小了尺码。你上杆子认错的样子呢，还是有0.几分的可爱的。你是看你这样双下巴都出来了。哎，宋兄，你在这儿啊？到时候找你要财务报表。我一会给您送过去。行。谁点的呀？我点的。都是加班的人，俩人吃独食啊？宋律师买的。哦，白律师，你要想吃的话可以一起啊。大家的啊，那我拿走了啊。谢谢，加班啊。啊，那不是我给的，不关我的事啊。我的一番心意就被你这样送给别人了，徐律师，我申请要赔偿。都是我的事儿，是我借花献佛，想要让白律师在工作上呢对你好一点。白律师要等着你。徐律师，白律师等的是我的资料。屁股都圆了。